自神的恭贺，亚洲企业颁奖这个盛会成功，而且一年呢做得比一年好。那么因为随着这个世界经济企业家总会的成立，我们也带来更多的世界级的企业家来到这边，尤其是中国。那我们在北京呢成立了我们的办事处，那么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来马来西亚住进我们的马洲友谊关系，也祝贺本次的那个盛会呢圆满的成功举行，也祝贺我们的 Dato Jacky 呢在举办这次的盛会呢非常的成功，谢谢。